小杨，你不觉得今天天气还蛮冷的吗？有一点。对啊，不然你要不要披我的外套？披外套哎！披外套，我也有外套。我有披，好贴心哦。你先披着啊。哇！披着羊皮的啦。帅帅帅！披着羊皮的啦。知道认识你这么久啊，其实一直有事情想要跟你说。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。真的假的？等一下，什么东西？小杨，我也喜欢你。那我是真的。其实这两年来，每天我一直跟踪你，我每天送你回家。等一下，我们下次也不会退去，你不要进来好不好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在讲完，在讲完，破灭了啦。我每天晚上送你回家，然后为你送宵夜，那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听你去谈心，希望你可以跟我在一起，让我有机会好好去照顾你，可以吗？算了啦，这样好难抉择哦。能抽出来？要怎么决定呢，小杨？那一吻，跟我最合的那个。什么？吻跟你最合的？吻脸颊，一左一右来。最后，哎，同样的也要给男大生哦。哎，对对对，包括 Ken 跟纳豆都可以来，也是两女争一男，好不好？真假？谁愿意？请出列。好，小心小胖最快来出列。为了简化程序，我们直接剪刀石头布就好了。好，就这样。选一个赢的。剪刀石头布。好。好，小心没了，来。剪刀石头布。小心回家。剪刀石头布。布。好，我输了。剪刀石头布。来来，两位 Lina 跟李儿请出列。来，李儿啊，好，我要左拥右抱，这还得了？剧情是这样啊，因为你们两个发现他劈腿，然后呢，两个就把他约到公园谈判，然后最后就说你这个骗子，啪给他一巴，另外你这个骗子，啪，懂吗？好吧，而且重点是哦，重点是你们发现他劈腿的时候，还发现说他得了一些病，然后就踹他。这个剧情为什么不是很乱？好，来，好 ，Action。Baby， 今天突然找我来什么事情啊？Baby 怎么了？你是不是骗我？哎，没有啊。哇！可是我在你的手机里发现一些简讯。哦，是什么样的简讯啊？哎，又出现了一个李儿。李儿，你怎么办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啊？那你是谁？哎，糟了！他你是谁？你问我是谁？态度，我演的是真的。坏了，太傻男人，装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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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Lina 很生气，先扒他一扒，你骗我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哎呦哇，你扒过去直接看他胸，下流。剧情，对，但是跟两位美女这样夹在中间，感觉你被两个这样争夺，其实人生就够了，真的哈、哦，这个场面你应该常常有。没有。好啦，谢谢两位梦幻女生。哇，那这四位将来会变成我们新同学，好不好？耶！最后要谢谢我们四位梦幻大学生 ，music。哎，梦幻，哎呦 ，My God， 漂亮，耶，摆 pose， 帅美。